这可以。这个纸要烫出来。比他那个好多了，比他库尔斯的跟那个马来堡的。对啊，一定要放酒。哇，这个应该也可以。那就是那个点的就是灰尘，现在都是布毛，这个玻璃的坑啊。你拍这个，你看这有坑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个纹路在这里。这个黑点就是。